脚镣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雨辰，我给大家再录一首神曲吧，这首麦叫做《黑社会送给兄弟们》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喜欢的宝贝儿记得弹幕、点赞、转发哟，把你们的爱心点一点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Thank you。我他妈就是黑社会，他妈去我的姑娘得排队，左青龙我右白虎，中间纹了个米老鼠，大裤衩子大拖鞋，他妈谁不见我行陈爷，我们内干的山炮腿，他妈都知道我是社会人，今天大哥我挨了踹，还得说我跑得快，那小子眼看要掏刀，我夸夸撒腿就是撩，拼命的跑我拼命的撩，我就像老鹰跟家脚，拼命的跑我拼命的撩，我卡了跟头摔一跤，回头一瞅人不见，大哥我起来擦擦汗，低头猛然这么一看，他妈大哥的拖鞋开了线，谁是谁他妈谁在跑肉菜黄瓜，谁是谁他妈谁在撂肉菜我拖鞋，淘气淘气真淘气，大哥的拖鞋这么给力，既美观又好看，上面还有个小图案，我不干不干，管我拖鞋你这混蛋，我不干不干，你这混蛋真是讨厌，我回家拿起了大菜刀，我大街小巷可劲的撩，突然看到一个美女，她樱桃小嘴大嘴一撇，我上去就对老妹儿说，在吗在吗在不在吗，突然出现一个大汉，他八块腹肌外加蒙面，大汉抱住了我的腰，是老妹儿抢夺了我的刀，光光给我一顿报销，他妈最后拿走了我的钱包，我是真后悔呀，我是真完蛋，为什么我的嘴巴就是你妈这么贱，讨厌讨厌，你完蛋完蛋，那啤酒瓶子一拉罐，大哥就是这么有范，我是个小烂仔啊，我要把你拐，我有个三轮车啊，我要把你摸，我有花样另类，是我操了个 DJ，我是内蒙古 hiphop 万度万度雨辰神话，哎梦 C 快乐猛看，快乐梦在了萨瓦迪卡，哎嘿嘿咔咔，我的另类喊完了，拜拜拜一拜拜拜拜破译我的 girl， 嗯啊，喜欢的宝贝记得转发弹幕，评论哟，拜拜，么么哒。